Hello，大家好，欢迎来收看新一期的 Win Max 游戏评测。这一回我们测试的是啊，《杀手二》，这个是我在 B 站上一个朋友强烈要求的，强烈要求让我测试一下《杀手二》。然后我为了回应他，特意下了一个，不过下的是 Steam 上的免费版的序章。然后配置的话呢，我就是全部调到了最低，因为这款《杀手二》，它对《杀手二》这优化的很差。我之前简单的测试了一下，如果要是按它的默认的中低配的话，默认中低配的话，帧数的话有点差强人意，所以我就把它所全部的甚至都给拉低了。这款《杀手二》呢，是作为《杀手》系列重启版，所以是比较我们上一期做的那个《杀手五》啊，是相对比较新的一款游戏啊。而且在人物设定上，就没有我们做的那期《杀手五》。这个光头的实力没有上期这么强劲了。上期我们简单玩了一下杀手五呀，那时候的杀手47确实是实力也处于巅峰状态啊，一口气杀4个人，在结尾的那个序章教程那个 CV 动画，CG 动画，确实太牛逼了。这款《杀手二》算是他这个光头还能力还不算在巅峰的时期的时候。这个直接开始任务了。这个是。这个一个新任务。画质全低之后，60帧有了，很流畅。或者我再试一下，也可能之前我测试的时候是，当时电脑加载的东西多，有点卡导致的。我看，我给它恢复到默认试一下啊。恢复默认，确定。然后感觉稍微有点卡顿了，然后改成窗口模式。好的，不对。啊，也可以，可以接受。还是蛮不错的，虽说没有刚才流畅吧，但是个人估计的话，应该是40-50帧有吧，50帧以上应该没问题的。进行潜伏任务，这任务没有玩过，蹲伏。20吨斧，哦，20吨斧，好了，明白了。上个光头，哦，看到一个摄像头，装备手枪，小型手枪。这个不好瞄准啊。手柄的话确实不弱。现在 Win Max 配置上我已经调到了
调的最高了，最高的那个系统配置最高的 TDP 调了30到35瓦，也是算是这个 WinMax 的最高实力啊，很流畅，起码中低特效很流畅，具体更高的我没试过，有空有时间可以试试，或者大家入手之后可以试一下，我看看怎么进去啊。啊，没有钥匙，没有钥匙是不是需要转一圈？哦，这地上什么东西啊？摄像头吗？操，摄像头，闭了，好流畅，可以，可以。我进来干什么了？还得要钥匙啊，兄弟！跑起来！还有个摄像头，多让我把摄像头干了，我说兄弟。好了，干了。哦，直觉和上一座也差不多。搜索一下池子，跑起来，兄弟！搜索一下池子。照这个流畅程度的话，感觉配置上还可以再调高一些。反正接近30帧，个人感觉就能玩了。现在这50、60帧流畅程度的话，感觉中配不成问题吧？因为最近工作上有点忙，没有时间进行仔细的研究一下。暂时先按照它这个默认值中低配啊，测试一下。蛮流畅的。哦。可惜啊。两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很流畅，很流畅。所以我该干啥呀？我四处搜索一下吗？研究更火。这几个瓶子下毒用，然后你还让我找什么啊，兄弟？没有啥找的了吧，兄弟？都是下毒的。
又把菜刀。这么大房子怎么没有人啊？有种引君入瓮的感觉啊！这逼。有人在诱惑我。大光头入室行窃，不对，入室杀人。这个一闪一闪的光是什么玩意儿？灯塔吗？兄弟，你还让我干什么？不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了。我傻了。找到影子客户的情报。哎呀，你让我上哪找去？上楼上看看吧。哦，侵入系统。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任务没有暗杀的。牛逼！嘣！关上。Appears Reynard's cell is launching another strike. Those are sewer maps of a residential area in Wellington. Well,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now. Our priority is the shadow client. 哦，我下来了。然后呢？还让我找钥匙啊？哦，我操！关上门就进不去了，按门。哦，他给我提示信息了，在楼上。兄弟，是行吧？提示的在上面，跑起来，兄弟。啊，可以破解了，现在。I'm in. Hurry. I'm detecting movement up the road. A motorcade, possibly Reynard's. Uploading the data. Hold on. Receiving it now. Nothing on the shadow client or the other cells. No names, no aliases. I doubt she even knows whom she's working for. Wait, here's something.A message from Robert Knox of Kronstadt Industries. And by the sound of it, he's a Providence operative. A defector? Well, well, well. Client won't like this one bit. And you can't wait to tell him.
They're back. Multiple hostiles. I see them. Damn. Okay, we've got what we're going to get. Go to stage 247. Eliminate Reynard, and preferably without raising suspicion. One step ahead of the Shadow Client for once. Let's keep it that way. Oh, ho. Thought this night would never end. What a snob fest. And I even missed out on the action. I'm sorry you had to endure all that free champagne and cello music, Orson. What can I say? You really took one for the team. Yeah, well, I say stick to what you know. So... Tom，所以这就是下毒的意义了，是吧？ 干好了，兄弟。我的妈，兄弟，我跑了。 上一代无敌了，行吧，现在没有时间了，这期的评测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收看我下一期的评测视频，拜拜。